天呐，这是我第一次跟栾哥说这么多话。我感觉栾哥，你这次到毛血旺和之前在别的节目里我见到你不太一样。我一人多就不爱说话。我也是。我一人多嫌乱吧，我比如说人家说的吧，我抢人家。我一说吧，没有人家梗好吧，咱就给人咽进去。我就对，都有这种。有这种，你没有吗？我本身说的就很少。那种情况挺可怕的，就这一群人十多人都在那说话呢，包括录节目啥的。然后你说你想插一句嘴说一个梗，然后这梗被淹没了，那心里老失落了。那要是这样的，被淹没了，但是有旁边有人听着，没，哎，你们都别说，先让雪琴 说。那完了，那就。我们也有这种情况，我说一个，一般，然后都没听见，旁边的什么于老师啊，甭管谁，只要有人听见了，肯定都是咽进去了吧？啊，对，肯定会哎，对，你看这还有一点眼神肯定会是这样。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有点那个社交恐惧症，是吗？比如有这种饭局啊，饭局就是你带着我去的，我上厕所去了。是我跟你讲过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往下接呢。对对对，就这意思，就这意思。这是在咱俩现在的情况下吧，还可能会去。昨天你要约我都不行了，昨天我也不会约你，我也害怕，哥，也怵我是吧？也怵，不觉我那么好处，对吗？我就感觉我不敢约你吃饭，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种打扰，对。但有的人特别忌讳说他自己请别人吃饭，然后对方问都有谁。但我觉得我是想问，我必须要问，我也得问问。那不，这不能考虑到你忌讳不忌讳，我先忌讳吧。有好多时候是这样，比方说你找我吃饭，然后我肯定第一反应是好呀，然后都有谁。那完了，他一说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就你没法，没有退路了。我现在就会直说，我说算了，我这些人我不认识，不好。我觉得他现在饭局越来越多了哈，是，我都见过他好几次，是吧？在不同的局上见到，相似的局上，这饭局越来越多。你是那种会主动张罗饭局的人吗？不太容易，但也会啊。你的顾虑在哪儿？怕人不去，这绝对是顾虑，对吧？没那么大的制片能力。对，这就是制片能力的问题。我喜欢那种一张罗玩，他马上就积极响应的。最可怕的那种，就游来游我去的。好多这种人，我跟你说，比方说你找他。就说你来家玩啊，什么好长时间没见，吃点啥？他说我看看吧，我几点？他老看看，不是完事儿了，我告诉我联系你，完到时候一到点儿了，他就说我不来了。哎，我今天太晚了，我是先不去了。反正谁跟我说看看吧，我就说那算了。我给你们描述一个人，你还没是谁？嗯，就是积极响应，但是呢会特别特别磨蹭。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郭麒麟。你不是刚才说大林吗？嗯，大林上次找我们。大林不迟到，他才不跟你说点儿。他怎么不迟到？他约我们，说我们7点吃饭。啊，我7点半到的。你也没好哪儿去呢。我7点半到的，我是第一个到的。我当时我说，哎呀，本来我心里充满了愧疚。大林就出门的慢。啊，我马上我起来了，我收拾一下就出来。你想收拾一下，顶多半个小时吧。哎呀，2小时之后，哎，我叫车。他们家等他就还好点，你能看着他干，盯着他干，也不是盯着他，就是你倒觉得不觉得时间那么久，感觉。你就咱俩上次吃饭我俩过年那时吃饭，然后吃完了，我就没有想买单的意思。但你得假装要买啊。我也没假装，就咱们关系那么好，就不差这一顿饭的事儿。对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最近不是玩剧本杀吗？剧本杀不是一般一个人200多块钱，10个人就是2000多，因为我玩的次数太多了。我觉得老我花钱，我有点花不起。就是我们现在的规定，就是我第一次叫过来玩的人，都是我花钱。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固定的，就是车的时候，大家就 AA， 很自然的就 AA 开了。或者是他不要那么明确的，就是一人分一半，就是互相有个来回盆儿。来回什么盆儿？来回盆儿。来回盆儿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就是我请你吃个啥，你请我看吃个啥，这样情感还能经营起来。我觉得前面买单显得特别生疏。对，以后咱们吃饭都你买单。我买，我买，就这样，没问题。那你们会自己吃饭吗？会。我不太喜欢一人吃饭。我也不喜欢一人吃饭。你在咱单位有没有就是固定的？一努嘴就走。哎，对，有。张九龄、王有龙，这肯定我一说就肯定去。范晓西，一努嘴就能对，一努嘴就走。
有点舒服是吧？你是这样舒服是吧？哎呀，我发现大家跟狗说话的时候都会变成不一样的声音，是吧？哎，狗和婴儿都是。嗯，你觉得他这样会听得懂？哎不，哎快扒了，你扒了我，他扒了我。最近这演那《窝头会馆》，就是刘恒先生编剧嘛，就刘恒先生的所有编剧我都看了一遍。哎，延期了呗又？可能是要延期了。哎呀，最近呐，接了这话剧以后，除了喝酒，我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了，就排练，天天排练。不是，文总近况背不下来呀。哦，背词儿，台词量实在太大了。我这个，我比于老师的台词量都大，然后我就杜绝了一切这娱乐活动。我们要去录一节目，录完了晚上，栾哥自己先来一遍词儿。哎呀，人家都那儿排着，人都脱稿，就我拿着多寒碜，那么大岁数了。是不是咱还得要点脸呢？其实我们这话剧还压力还挺大，就是第一次演这话剧。我觉得我缺点越来越多，现在我越来越自卑了。你别自卑，我也这样。是吗？他给我安我衣服，你说我给他评价就是这衣服真好，薄厚真合适。拍杂志拍什么那的，就摄影师老鼓励你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刚开始拍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真那么好吗？感觉，但是后来才知道，快信了。但每一个人他都这样说，我就觉得不对，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夸你的时候，你自己看照片，你觉得哪儿好啊？好寒碜啊，多难看呢！对、啊，这张好，有了有了，我说搁哪儿呢？是吧？有的时候他们是夸的都非常无情，好看好看，就也没有面无表情。出片了，出片。栾哥，你平时休息的时候，就一天一般有什么活动呢？除了躺着，我就是走着。然后走着走着，要不然就公园，要不然就溜溜市场，看核桃，瞧瞧扇子，也就是这些。那真的会自己喜欢平时玩这些东西吗？我们就真的挺喜欢的，对啊，而且还真打过，十几岁就挺喜欢。我一直没有 get 到那个核桃的乐趣，就是第一是两只配的好不好，第二点这个形状像个什么形状，然后就是。经过你多年来，就这个词儿就是包浆吧，就是有变化，然后有成就感，嗯，也就是这意思。你东北有人玩这个？少，我们会玩那种两个球啊，在手中，那个健身球，那个铁球是吧？铁球，在公园老头拿俩发铁球。你是特别感兴趣吗？嗯。带你买一对去吗？走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给我挑一对。天儿挺好的，咱先出去溜达溜达。这么多嘉宾，我们单位的来你们这儿，没有人都没刻一对核桃来吗？没有，没人提这事儿啊。你上那儿挑去，如果没挑好，我把我这对给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走。到栾哥主场了，说话都注意点啊。我是一点不懂啊，栾哥。首先啊，咱走的这叫马